我们现在不是把15分钟称为一刻钟吗？嗯它的这个原理就来自于铜漏壶。哦，这刻漏的运作原理其实很有意思，它是利用均匀水流导致的水位变化来显示时间。比如当水流出或流入壶中的时候，这个箭尺呢就会相应的下沉或者上浮，相当于一个浮标。对，依据那个刻度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时间。每隔15分钟，它那个铜漏就滴下去一个刻度，所以是一刻钟。一刻钟，对。